你说公主请用茶？行行，不信请教谁？屁字豆豆，你要说公主请用茶？公是公主，是母猪，盖头发球，要谁？我喝，真是的，就不能让人在爷体验体验公主梦吗？梦想很美好，现实很残酷。这么美的梦，想想就好哈，别把自己带路。梦想总是要有的，灰姑娘还能穿水晶鞋呢，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呢。哎不，你就干想体验公主的生活啊？当然了，哪个女孩子会不想？干啥？哪个嘴里你可以实现？为什么？因为做白日梦，梦里什么都有。请尊重每一个普通女孩的公主梦，好吗？好，满足你，那你替爷爷吧。真的？来，真的。公主抢不帅。啊，公主请刮浆。谁家公主还要干活啊？两星星，你竟然让我吃放两星星的猪肉。我也没说不给你吃。拜托，承诺让我体验一把公主梦的可是你们耶。怎么爷的像样一点吧。老谢说的话和我幸福有什么关系？老钱，咱这老钱全叫你给我摁你包。我不管，我吃肉只吃新鲜现买的。切，你个一点东西生疏，要写到嘴哪了嘞？那风景是居然在嘴里过的我，几个人去申请把它回吗？听到没？这才叫新鲜。素。醋加洋葱、辣椒面、蛋清、酱油、料酒、盐、淀粉、花鱼。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。你说你，你说你，你说你，你应该说公主请就坐。哎，太傅去哪里？你看高夫人，她不会让你们请。这才是公主的正确打开方式嘛。公主，茶扫地。你是谁？你扫了。啊，这是我下锅茶。哦，好，看来哪样，还真有王子才学姐还呀。我就说有灰姑娘的不是吗？还不信？我干嘛？快干快！谁来爱你吧？上你去。为什么就不能是我？因为你这个黑娃娃还肤浅，哪个女孩还没穿洞洞鞋？好，走吧，都捞出来。来什么？来芝麻、辣椒面、牙签肉、盐、280C。好，出锅。你们说公主请用膳。哎，快点走，都是一个字。好的，我最想吃牙签肉了。哎，吃这么快倒是给我留点。哎呦，你身体你有不行吗？我只是想像别的女孩子一样感受一下被恐惧的滋味。谁知道你们这么不接地。喊公主喝水。这么肉麻的不伺候我，多吃点肉，吃啥补啥。这才是公主该有的待遇嘛！别想走更快，那你走该去啊！公主，刚子抢剩吗？公主，等一下，请擦桌。这才是现实啊！